哦，再下。再下。用牙逮天时就翁噶，今天是晴水啊，哦，早上松干咖，下午晴水，有够怀念的，整个沙滩塞满了人，好有人情味哦。我们应该不用学电视台，然后明明知道这是在干嘛，然后还是硬是拉一个阿伯来说，哎，阿江门你今天冲啥？不用吧。啊，小琉球的晴水它很特别哦，它跟东港不一样的是，东港就只有大千水九番。哦啊，才有这个资格去发桃酱上去泼汉桃。啊，小琉球这边是，今天你只要有来的神教，你只要有来的神明，你跟大千水如果有一定的缘分，有一定的关系，啊，泼汉桃报的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因为真正的大千水，他其实已经透过托梦或者是什么灵感之类的，已经报给庙方人员知道了。哦，真正的大千水姓氏已经写在那个信封里面，看看谁上去报，报对的。就会打开那个信封去做核对，非常的有一个话题性，也非常的有这个趣味性。现在整个沙滩挤满了神教，可以说是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没把握。现在上面还在开工那个翁灵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哎靠！耶，赶上了！他们有够扯的，早上还在阿朗一。从阿朗一先回左营高铁站，然后再坐接驳车再出来，然后再搭船过来，拿给你大千水站里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路上一直念说千万大千水念南高啊，同时你好啊心，你好啊哈心哎，你不觉得你一到他都完哦？那更刺激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很怕，我在拿装备的时候用棒跑。大千水。诚心感动天，你赶上了。真的，今年可不可以不要再搞那么久？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算快，最快记录3:45。对啊，现在已经三点。我讲最慢很可怕，晚上10度。哎，有没有机会遇到？你知道吗？对对。说真的，平常看你这样甜甜的，我们还是要赞赏你一下，因为他真的很拼，他真的很拼，他真的是昨天晚上还在台东，今天早上也还在台东。就为了迎王，为了清水赶过来，穷对小琉球媳妇了啦。喂，明年去端那个了啦，天然、那个是什么？我都忘记那个什么。你是说那个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他们那个未嫁的女儿会端那个茶水槟榔荤出来啊？有，那个好像有个名词吗？那个有个名词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是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找老公吗？还是什么？吸吗？类似啦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。明天你去准备一点槟榔荤，然后就站在那边。哦，我就站在那边看谁，就是谁选到我。对，小琉球媳妇了。好，来，观音妈要上，观音妈上。我个人觉得啦，不会那么快啦，所以先不要那么积极的跑，保留一点体力。打嘴。不会啦，打嘴。好了，走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已经打听到消息了，他们的游戏规则。四角头土地公会优先嘛？哇，好震撼哦！所以土地公压力很大。所以土地公压力很大，但是我们就是跟着土地公就好了，反正他有第一轮的机会。啊，他们有在一起吗？重点是没有。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还是公咖亲像啊？尼亚啦，尼亚在我们最远的地方，蓝色的那个吗？
下午3:30了，上面还在做半开来一万开，感觉青年势必真的会有点晚，感觉啦哈。哦，骂北工委，骂北工委。哎，我们题外话一下，那个海好清澈呢。哦，时间还很长啦，我们拉跨海。开始，开始了。十五分钟的时间给四角头土地公发威。现在天台角的土地公面向着海，面向着海，感应了很久了，现在越来越激烈。是否有机会成为这一颗第一个上来赴航跑的？成功发头像起来就要退回，梅花队吴全忠，好，吴全公土地公，下面一位，暂时休息，哎，暂时休息，后面还有福安公在后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每间都好像每间讲，来，等出来，等出来，有好几间伏案工了。哎，此刻四角头土地公都已经试过一轮了，都没有成功站上去赴航跑，现在已经开放给今天所有有来现场的新丢。是否有机会成为今年全村的希望？
我已经准备好欢呼了。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